还有嚼线。今天我们来到那个龟山，龟山岛，不是龟山岛，桃园，龟山，龟山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一台自制的一番赏，它大奖好像就超过十个，很夸张。你看它里面有一头拉骨的大奖，然后都不同的，它就是一个不同的自制的一番赏。嗯，外面这些也是，这是我们凹来的，凹来的，好。我先跟大家讲，我没夹过，所以我也要摸索一下它的夹法是怎样。好，有啊，摸到了吗？有一点感觉。哦，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保夹只要350，它保夹350，因为你一般的一番赏不是一抽就350，它就会是一350的意思。出来了，翻出来，没有，我现在是乱夹珍珠，我等一下挖捏宝换一个珍珠。天哪！天哪！在补夹。啊！滚出来了！来，紧张的时刻来一个。哼！这什么？两块肉。两块肉是什么东西？台主要不要解释一下两块肉是什么意思？两块肉是什么意思？两块肉给我一点。哦，两块肉，它的那个两块肉等于一点，它那个点数呢？你知道吗？它这边点数可以几点换公仔啊？不然就是目标先放在萨波怎么样？16点。行。好，那我们回去。我觉得我们要先把后面都拉出来。我也是这么想，你要拉。前面太空了哦。对。好。哦，你看前面变很满了。差不多可以开工。真的耶！来一块，一块肉，行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你就二拍下去，那不用收。不用收吗？真的，好。真的。二拍的意思呢？对。你就这样啊。好，可以，反正运气到也有机会。哦。好啦，还是给你好了。因为你出一个。我还要吃一个哦。欸，可以了，运气在这里，应该有了吧？怎么没有？叫，没道理啊！真的没道理，就直上直下是不是？被发现了，甩一下，我可以夹杆子啊！好，你可以夹杆子，因为你不夹了。那我夹杆，我看你刚刚已经跃跃欲试。有有没有？这是没救，这是没救，完了，没救了。好啦，这个会不会是大奖？哎，啊，你把这个卡在那边，我夹不了啦。你那个花费了一个宝，花到的是鬼面之刃。哦，上面那个比较小的那一只啦。哦。接下来还是交给我了，可是你运气不错。保夹，然后拿回来。你有抓到对的球，那个比起你夹十颗都错的，不如你直接保一个对的。对不对？他只是在帮我讲话。所以你的运气其实可以的。哎，你保对对啊。不然你看我这样夹三颗肉都没有意义。好啊。是肉吗？还是公仔？公仔。吃破了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啊，我们刚刚目标是16块肉就可以换一个萨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还可以的，肉多一点。拖！哇，你竟然没有补位，开始变得有点调皮了，球球。拖！哎，那颗跑到后面去，完了。有。哦。是怎样？哦，你怎么都是肉？对啊，我怎么都是肉？我快疯了。果然还是要给你夹。不要，我太拖了。哎。又是肉。又是肉。来了，又有一个可以对决。他的二楼就捏盘了，知道了。你知道了。你怎么？就啊，
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有够扯的！哎呀，有夹这么多个，赶快跟上。他说大概八个会出一个公仔，我都已经夹了几个了，还没有给我一个公仔。公仔命呢？我夹了几个？五六七啊，第八个要来了，所以没出干哦。公仔。凹了凹了，索隆索隆是我们的，谢谢各位。我来真的抓到感觉，太丑了，先乱捞了，因为我觉得前面有点太少了，来喽。哈哈，鱼够洗肉，我不想说话了。好，等一下应该要再去看第二个要换的了。十六个一下挤到了，加公仔，我十六个一下挤到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是关键啊，做球的关键。是吗？嗯，前面太空了，被我夹空空。来，台主，可以，是不是可以来了？好，来了，可以。你看，开奖了。没有，这样。这样，来，我帮你拉。哦，拉得不错吧？可以可以。哎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你要拉？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啊，这样我不好意思夹，你夹好。不要，会被我拉错。你夹好，你夹好。这样子我会，这样我会太过分了，这样我太过分了。这样给你，没关系，给你新手这样夹。这么过分，大家都知道我是。不是必的。我真的会拉错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你看。你看，我看你出的是不是都是大奖？不是怎么办？打破传统，打破这个迷思，太怪了。没关系，我要保一下。要夹哪一个？嗯，看你吧。看我。不要碰上面。不要碰，不要碰上面的。出了。宝夹不见了。真的？对啊。没有还在啊。你夹下去，它不会收走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对啊。啊。哎、欸，你笨笨的。好，没你这中大奖的话就没有，没有。好吧，我来拯救刚刚剩下的。没有，全部都被我夹回去了。全部被你夹回去了。二拍练一下就会，那被打开了，那个球被打开了。哎、欸，对耶。你看，而且哎，紫出出了，紫出紫出，紫出紫哎。好，这个应该可以。有了有了，啊不行，太厚了。哇。这个应该可以。放歌了，没事，我们等一下叫台主再恢复一下状况，然后再补回刚刚那个样子。对对对对。一个帮他保。怎么做啊？七十九二一。二十一块，哎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。23块，天哪！我们也废话不多说了，这次就由我来处理它。哦。哦，就你一个公仔在那边。哦，是两颗。啊，没有。冲啊！啊！怎么卡那边？完了完了完了。对啦。哎呦。啊，继续。拿出来。拿太多。哎，自杀。有。中。七颗。最差就是七个肉，应该不要让我失望吧？肉，你不要让我失望。什么叫红椒冻？什么东西？是一场红椒冻。红椒冻。红椒冻。哦，那个白色的那一只啊。红椒冻。红椒冻。椒冻。我还是没有夹上去啊。在的，在夹着。啊，至少有公仔。至少有公仔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刚差点哭出来。那个，哎，重点是我夹中七个，夹中一个公仔，还给我最后开的。我差点吓死。他可以早一点告诉我，我有夹的公仔，他不用第七个来跟我讲。继续跟他拼下去。夹了一个红椒冻。你只要看到旁边黑黑的就是肉，不用讲了。哎呦，直接抠出了。看来一定大奖。不是。有。
一块肉。硬拔起来，哦，没有，也有，真的硬拔哎。一个人就会丢，又是肉。哎呦，马上用挖的哟，用挖的，没办法，因为前面又太空了。哦，我觉得这样不行，我们要再重新挖一些出来。重新挖一下。对。怎么感觉像青苔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想要中大奖。来吧。哟。我肉。这个位置也可以，这个位置也可以。对啊，后面还有球打。我发现它球大小之分。真的吗？嗯。他每次买的那个量大小都不一样。我总觉得我好像已经麻木。哎呀！啊？三块肉。三块肉，这么大奖啊！不行，没有球了。对，我要去捞后面。你把后面捞出来，我们先弄一个宝，然后把后面捞出来。2000 years later。宝夹，我用宝，我用宝夹做宝。夹土哦。对的。啊，夹到了！大奖，大奖，大奖！我先再出一个。哎呦。这样。然后瞧一下位置。哎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颗。哟！哎，台主，台主，你刚我看到里面有那个奇怪的虫虫。你要不要开起来看一下？我们帮台主除完虫，当然也是要拿到一些福利，就是这样子。开始。哦，这样的。应该要放了。有，真的，真的。有。有，开。哎，真的哎。索隆。这只。中了吗？啊！爆爆好。我也不知道。哦，红发！我靠！什么东西？这刚刚怎样？公仔。哦哦。哦，我连续出三个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前面太衰了，所以现在要尽量赶快抢。他连续出三个大奖就，因为照理来说是八个要出一个大奖。好，我们最后看能不能拼一个雷姆了。比如水珠是雷姆控，也是海贼啊，也是海贼啊，海贼差不多了，所以剩雷姆了。是啊，雷姆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我感觉不到。哎，雷姆，不给你看。三块肉，硬捞前面的。有了，决定胜负的一颗。对，噔噔噔噔，然后我再马上出掉一个。肉，啊，不行肉了。刚刚是从那个除虫大队的一号选手，他把它排整齐，那我现在来除虫。抢回去！抢到他。有一个，打开来了。好，这颗应该可以。啊！三颗喽，也是个开心。三颗喽。六个肉等于33点。33点。好，我们刚刚看，我们33点加一点，34点，26加8，这样刚好34点，再换走。最大也是最大。直接把它最大的换走，没有跟他客气，就这样换走。好，不用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中的大奖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我们0033夹的跟那个换的奖都在这边，这个是台主送的，所以我们就拿来抽奖。那只抽一个。不干脆，因为我们有夹到这个，我们有换到这个这一套的，不如就一套一次送出去。那这一套在下面按赞订阅留言抽给大家，别忘了 FBIG 下面的彩蛋下面分钟。那想要这里玩的地址放在下面说明栏。另外别人要送给观众，所以这个抽给会员。在下面抽，会员抽。好，拜拜。啊！不要关起来了。等一下，不要关起来了。他很害怕，他觉得他很少遇到像我们这种恶霸。
哦，我来了。你来，你不要睡了。我只惦记着我刚刚在上面的那两颗。我们刚刚摆完一轮，然后保夹，然后弄一个肉，等于我们摆完是台主赚到。所以大家不要看我们这样恶霸，我们这样摆是让台主赚。没有，我们要讲，我先说。